面对生命，你够力吗？每天都很累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快不行了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，她是林雨涵。3岁时，父亲罹患大肠癌过世，母亲靠葱油饼摊养大3个孩子。面对生命，她没有停止出力过。每天5点起床练习，上课时间外训练4小时，总是努力想拿到全国前3名，好争取奖金贴补家用。生命也不断把他摔倒在地，父亲亲手缝制的道带鼓励他继续。重点不在环境有多清苦，而在他有多努力。面对自己人生，你也许无力，面对弱势孩子，你绝对够力。他那么努力，谁会不想帮忙出力？现在，你可以跟家福一起出力，做孩子的有力人士。